荧光幕前总是性感动人的王思佳，许多观众对她印象就是一个能说敢做的呛辣美女。不过天不怕地不怕的她，这次来参赛可以说踢到了铁板。哎呦！还是要走，不然就一直被我推过去。我的牙都要断了。思佳的身段比较没有那么柔软，可是因为这一次的动作我们需要很多伸展跟拉开腿的动作，所以我们相对的要比较多脚拉开的力量，所以等一下我们要来进行拉筋的动作。不过要求严格的老师却没有放过思佳的意思，反而继续加强他的拉筋训练。现在呢，就是有一点接近崩溃，脑中一片混乱，舞步记不住，拉筋训练又苦不堪言，让总是自信十足的王思佳脸上渐渐失去了笑容，心理压力也越来越大。这种状况随着比赛日期的接近更加明显，究竟他人生的第一支国标舞会有怎样的表现呢？Hey, you gotta know how to treat me like a lady.
挑战轻快恰恰的王思佳，完美的将性感与活泼的氛围表现在舞蹈当中。而这次他选择了较慢的论法，本以为会比较轻松，但没想到这个决定却让他悔不当初。第一支舞是恰恰恰，我原本以为大概是我的极限，但是第二首是论法之后，我觉得我人生的痛苦又升级了。Oh my god！ 你又动了，你没有动了，真的，真的再拉一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再拉一下，我又好痛，再五秒两，一、二、三。这一支舞有很多去很远，还要很远，要远到一个不可能身体的一个弯度。看老师做的好轻松，但问题是我要这样凹凹凹，直直直直直，然后筋拉拉，我还到不了那个一半。OK， 小飞，来吧。对，因为站在椅子上。对啊，有一条筋子拉的好痛。再先拉天啊！而且长时间练舞的王思佳，到最后双脚的状况只能用惨不忍睹来形容。那我昨天要上厕所的时候，啊，我跌倒，我扶起来，好痛！为了完美展现论法的优美姿态，王思佳在这支舞蹈当中投入了极大的心力。今天他能如愿以偿地夺下本周的 MVP 吗？值得雨，你这样流独自又到底。年少时候虔诚发过的誓，沉默的沉默在深海里，重温几次，结局还是失去你。我被爱判处终身孤寂，不还手，不放手，笔下画不完的圆，心间填不满的缘，是All we need is
phone to tell everybody we are not at home. And if you have to work all day, then listen what I got to say. Baby, keep smiling. You know the sun is shining. Baby, keep smiling. You know the sun is shining.